阿嬷，阿嬷，别动！我大，君姑，城楼两家的亲事生了变故，这都是楼家议亲时送来的。当时我下令封存了这些礼品，如今得盘点清楚。一旦当真退了亲，这些都是要悉数退回楼家的。我前些时日才着人写信给旧日的姐妹，我跟他们说，袅袅要与太子的夫子一家结亲了。这乡里乡亲听说以后都要来都城喝喜酒，你这退了亲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？阿母，袅袅的婚期还未定下，你就到处招摇。这亲事究竟退还是不退，事关朝堂，由不得你我。关他们屁事儿！朝堂大人个个有钱有势，嘴唇一碰，哪管一个被退了亲的小女娘怎么过活？这退了亲，他们又不管说媒，又不管包娶。君姑，莫着急。今日袅袅啊，是去和那个楼瑶商议，我们现在只是清点楼家的礼品。做个未雨绸缪罢了，并非当即要退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果然。阿父，阿母，大母，我决定了，去楼家。哎，去与阿瑶退亲。我家少商心意已决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。太傅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，今日出了楼家门，我便与同僚成亲，我程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，奈何楼家罔顾何将军遗言，死活不肯答应。曲灵侯甚言，我楼家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？既楼太傅与楼大夫人都不反对，那就各自退还信物吧。少商，那日不是你我约定好了，只要我不反口，你就不退缩，是不是何昭君胁迫你？我去找他说清楚。不是何昭君。是我自己想通了。何将军为国捐躯，如今何家只剩下何昭君与他幼妻。这不是你我早就知晓，你还劝我说，何昭君在此，也和你我的亲事是两回事啊。与你我而言，是的；但于天下，于家国。不是的。什么家国天下？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来诓我，你们总说要这样做才算仁义，要那样做才算报恩，可是何家委屈的只有我，只有我。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这后半辈子，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？少商，为何连你也变了，也来逼我？阿瑶，你随我出来。我有话与你讲。